嘿，大家好，今天闲来无事呢，想跟大家谈谈作为一个中山新鲜人所会遇到的各种情况。首先呢，如果你是一个学妹，那你可要好好珍惜这宝贵的一年咯，因为新的学妹对旧的学长来说根本就是看不清楚吗？再看一次。对嘛，就是杰克。当你入学的那一刻起，就会常常收到各种简讯、各种 MSN、 各种 Facebook。 那如果是没有机车的学妹，那可就更不得了了。嘿，学妹，要不要学长带你回家？那如果你是一个学弟的话呢？学长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有车，可以载我回宿舍一趟吗？我安全帽。等一下。喂，学妹哦。OK， 我现在马上过去。学长可以吗？学长可以载我回去吗？学长，我安全帽哎。歌也是这样来的啊。哎，说到这等惨事，你们知道大学什么人遭遇才是最奇怪呢？既然你坐在这里了，哈哈，你一定知道答案。请看 VCR。怎么那么多啊？两点了，我的灵修怎么办？好吧，明天早上再来读你，先去睡觉。十一点了，我读进去要怎么办？哇，算了，先去吃早餐好了。我觉得这个名球，阿妹。嗯？我的便当呢？哎，你在干嘛？我蛋。上课。今天上什么课啊？是不是备课？应该是吧。看老师以后养不养我。好，各位同学。我们今天这个学期开始第一堂课呢，今天的主题是宗教。宗教从古至今呢，对了，说到基督教，它真的非常特别。班上有没有同学是基督徒的？快点举手吧。老师，我是基督徒。你是基督徒是吧？出来。出来，上来。那你们就来解释看看，凭什么你们神就是唯一的真神呢？你凭什么说？你说说看啊，说啊，因为说快一点，说啊。好了，
看了这么多，有没有对基督徒的大学生活感到害怕呢？别怕，明天 Don't be afraid， 哥介绍你个好地方。陪我翻滚吧。